医疗机构，或者是甚至是到国外，或者是甚至有媒体有提到了是不是秘医的这个行为，这个手术目前在国内是没有经过允许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会涉及到我们的人体试验管理办法。在本局接获相关的舆情报道之后，我们立即也跟中央来做一个研商哦。那在这个案子里面会涉及到两个部分，一个是人体试验管理办法哦。所以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今天已经派员到医院，针对这个医院到底有没有收治这样的一个患者，有没有执行相关这样子的一个人体试验手术哦，我们会进行查证。那如果有违反相关的规定的话，因为人体试验管理办法。的裁处的权责在中央，我们会移送给中央去做相关的一个处办。那另外，我们也会根据到医院去查获的相关资料，然后来针对这个病患他所留下的一个联系的地址或者是户籍地址，如果是本市的民众我们会到现场去跟他做一个约谈去了解他张贴这个文章他的目的是不是有涉及到招揽医疗业务。涉及到医疗广告的部分，那如果这个部分有涉及的话，会违反我们的医疗法84条哦，非医疗机构不能从事医疗广告，那这个的罚则是5万以上到25万。那另外在我们也会了解说，他到底他从事他所声称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哦，到底是在哪一家医院做的？因为根据昨天我指涉的这个医院也立即来做一个驳斥跟澄清哦，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说，到底他是在国内的哪家医疗机构，或者是甚至是到国外，或者是甚至有媒体有提到了是不是秘医的这个行为，这个后续我们会根据所查询约询到的资料来进行后续的一个侦办的一个作为。根据昨天医院的一个声明的话，他是确实有在高医就诊，但是他并不是在妇产科做相关这样的一个手术，而且中央在昨天也有。跟各位社会大众来讲，这个手术目前在国内是没有经过允许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会涉及到我们的人体试验管理办法。三立新闻网，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九四要客诉，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人生惊叹号，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国内外大小事，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即时新闻不漏接。